司法機構向立法會財委會提交的文件顯示，司法機構建議提高陪審員、證人和專家證人的津貼，分別由現時每日的875元、575元和3065元增至每日930元、615元和3210元，預料每年開支增加約70萬元。有關的修訂每兩年一次，將由給予司法機構的經核准開支封套撥款支付。